大家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疯狂韩语六十课的第十三节课。那么这节课也是讲一个跟眼睛有关系的一个惯用句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努力马大，努力马大是什么呢？和我的眼光啊什么呢？看对眼了啊。那么比如这个人和这个人呢，他们努力马大是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啊，他们两个互相看上了，他们两个交往了啊，刚刚交往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怎么说呢？努力马大。马大呢，我们之前讲过了，什么意思？适合、符合的意思，对吧？啊，那么呢，符合我的眼光什么呢？看对眼了。那么特别是指这个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用的。那我们看这个韩语解释：두사람의마음이나눈치가서로통화다。那么두사람两个人的这个마음啊，마음心灵或者是这个눈치啊，眼光呢怎么样呢？서로互相呢통화다，互相呢相通了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이나。跟这个什么呢？名词的中间加这个이나，表示或者的意思。那么这里是指什么呢？看对眼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讲的是什么内容。那么王丽怎么说呢？둘이이상한데啊，둘이이상한데，他们两个很奇怪啊。언제부터이렇게친해졌어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的亲热了呢？啊，那么언제부터什么时候开始이렇게这样的这样的？亲呢几大啊，变得亲切了。那么亲呢就是要变得亲切了。那么这个 tour 啊 ，tour 本来是二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可以指两个人啊，两个人。那么이상한데啊，이상하다，那么加这个는데表示提示作用的啊，他们两个好像挺奇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苏米怎么说呢？미니와준석이요。那么这个미니和这个准硕吗？啊，那么他们两个吗？那么怎么样呢？둘이며칠전，那么两个人呢？几天以前啊？며칠，며칠呢是几天的意思，我们要注意它的写法。那么本来呢，它的写法是这样写的，며일啊。那么我们读着读着怎么变呢？怎么发生音变呢？这个칠啊，칠어시跟后面这个일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个칠，所以呢，며칠啊，几天。那么며칠전，几天之前呢？같이，他们俩一起呢？MT 갔거든요。那么这个 MT 呢，是韩国的这样的野营会啊。比如说，特别是这个大学生，特别是一年级、二年级的这样的新生，他们会在一起啊，一起去一个郊外去郊游，所以叫这个 MT 啊。所以他们两个呢，一起去这个 MT 了。那么这个거든요表示呢什么？表示的陈述或者是表示原因的거든요。那么그후에那以后啊，怎么呢？눈이맞았나봐요，他们两个就看上了吧。那么这个눈에맞다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惯用句了。那么后面加什么呢？나봐요表示的猜测，好像是那个时候开始就看对眼了吧，猜测的一种意思。那么王丽怎么说呢？그렇군요，原来是这样啊。那么준석이여자친구와헤어진지얼마안되는데이렇게빨리여자친구를만났어요。那么这个준석啊，这个준석呢，여자친구와和女朋友呢，헤어진지，헤어지다是什么意思？表示分手的意思啊，和女朋友分手呢。那么这个恩지表示已经的意思，后面可以加这个时间的啊。那么分手多长时间呢？分手呢？얼마안되었는데，还没分手多长时间呢啊。那么这个는데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轻微的转折关系的。那么이렇게这样的빨리这么快的怎么样呢？有在친구를만났어요，就找了女朋友了吗？那我们说这个만나다，만나다是指见面，那么也可以引申为什么呢？交往的意思，交往。那么苏米怎么说呢？그러니까요，그러니까요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不可不是吗？这样的意思。그러니까요，게다가，那么另外呢，怎么样呢？전여자친구는之前的这个女朋友啊，怎么样呢？미니보다，比这个新的这个女朋友미니呢，比起她来说啊，怎么样呢？예쁘고又漂亮啊，키도크고个子又高，성격도좋대요，那么性格也很好。那么这个好的좋다后面加这个대요，表示什么呢？表示听说啊，听说啊，又个子又好，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대요表示什么呢？타고해요，
我们都知道这个"塔古嘿哟"是什么意思了吧？是表示这个间接引用的这个形容词的后面加"塔古嘿哟"。可是它在我们口语中呢，可以缩写成这个 "tell to tell" 啊。那么정말눈이마지막어쩔수없나봐요。那么真是啊，真是呢，如果能看对眼的话呢，真是没办法呀，对吧？那么这个으면表示如果的话呢，어쩔수없다表示呢啊没办法。那么这个없나봐요，这个나봐요呢，跟这里的这个나봐요是一样的，表示呢猜测的意思啊，可能是没办法吧这样的意思。那么呢，我们把这个话来重新读一遍啊。那么王丽怎么说呢？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啦，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봐요。